nice hotel.我哋今晚就係喺呢度瞓一晚啦。呢、這個就係挪威北部嘅 Ice Hotel in Skjenes。哇，好正嘅 feel！好似入咗个童话故事咁嚟噶。而家我哋先睇呢个一号房，佢嘅房有二人房，有家庭房四人。現在第一這個房就是四人家庭房，其實是比想像中沒有那麼冷的，但它是長期保持負四度。今晚我們就會有睡袋，有襪，有飛虎隊帽，那就包住自己就在那裡睡了。好，我哋而家去下一间房，就是二号房。头先我哋就喺呢度行入嚟噶啦。呢个就是二号房，佢每个房都有唔同嘅主题嘅。睇下呢个房先。呢个是双人房。哇，好鬼浪漫啊！其实呢，佢系成张床真系冰嚟嘅，但系呢，就系有个好厚嘅床褥嘅，其实，所以系 OK 嘅。咁每个房都冇门嘅。正是一个好似窗帘咁样。
我哋再去三號房睇睇先。呢個就係三號房，又係四人房。哇！每個房都有佢嘅唔同嘅主題嘅，但係真係好正，非常之正。好，我哋去下一间房。其实总共系有13间房嘅。呢个就系四号房啦。佢系安排咗我哋四同六，但系佢话我哋唔中意可以自己拣个，再话俾佢听。看看是什麼主題先。哦，這個四號房就是這樣了。真的很厲害，我覺得冰雕的床。好，我們現在繼續。阿妹在這裡拍照。我們現在再去五號房，快啲啦！喂，睇下先呢個。呢個都好正喎。呢個又係四人房，非常之 OK 嘅，其實好乾淨，企理好。而家呢個係六號房，佢都有俾六號房我哋，咁我哋又去睇睇滿唔滿意先。真係冰雕噶，都幾好。繼續，唔中意仲可以改第二間，影下呢度先。而家係去七號房啊，呢個係。這個應該是七號了，是啊，似乎是。四人房啊，什麼主題？這個是什麼？通常四人房是大一點的，但是其實我都不是覺得很大分別，都幾 OK。 好，我哋去八號房。係呢個有冇寫住？係啊係啊，呢個係八號房嚟噶。其實我上網睇咧，我係睇中八號房噶。係啊，就係呢個啦，我睇中啊。一陣要去 reception 同佢轉一轉房先。哇，正！
影翻張，咁樣。因為而家應該疫情關係，所以唔係好多遊客，尤其是亞洲嚟嘅更加少，所以自由度都好大，任揀唔嬲。好，我哋睇下個，我諗呢個係9號嚟㗎啦，佢隔一隔嘅，雙數似乎係雙人房，單數似乎是家庭房，就是這樣了。其實都挺不錯，挺不錯。這個是10號房，這個我有選中，因為我和阿妹可以一人一個房，很正啊，價錢一樣，沒說貴一點。其實我上網是看人家的影的片呢，8號、10號房是我都很喜歡的、那個、主題。不過只是剛才他給4號、6號，他說你自己選完喜歡誰再通知他們那個 reception。 這個正啊，哇，無敵啦，這些一定要轉回8和10啦，當然睡冰床啊，今晚。好，跟住我哋快快脆睇埋最後11、12、13我問呢個嗱，隱約睇到兩個11字噶，呢個就係11號房家庭房，哇！咁咧，洗手間啊、沖涼房嗰啲咧，就喺第二個地方。呢度主要淨係瞓覺嘅啫。其實，哇，呢、這個好 romantic。呢個係12號房。咁咧，你就睇到啦。哇，好正喎呢間。這個簡直是 romantic 的房啦，咁咧就最後應該是13號房啦。哇，型啊！呢、這個廁所睇下有啲咩先。其實入面這裡都很大，這個是啦，就是沒有13的，因為不夠 lucky 13，所以這個叫14號房了，但是 total 13間房。咁咧，暫時就睇曬啲房啦。我要去 reception 嗰度咧，改我想要嘅嗰兩間，係咪8號同10號？嗱，呢個咧就係、是bar 嚟嘅 ，ice bar。咁咧佢就未到辦公時間，其實應該辦公時間係好短，係啦。咁晏啲啦，應該今晚我哋就可以嚟感受一下。其實又 OK 接受嘅喎，嗰啲温度，因為我而家一路冇戴手套，因為要拍攝，但係隻手仲頂得住，係啦。冇人嘅時候真係好正，好啦，跟住嗰度出翻去。應該是再去就是餐館，它是包晚餐和明天早餐。
真係非常之唔錯。好，講到呢度先，我要去同佢更正下個房先。拜拜，遲啲再講。